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华尔街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技术革新，制造股前景佳；二、智慧城市智能环境监测技术进步，环保股看好；三、AI 驱动的个性化广告技术提升，媒体股新机遇。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技术革新，制造股前景佳。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技术革新，制造股前景佳。听起来像是某个高科技公司的口号，但其实这背后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供应链的历史。想象一下，几十年前，供应链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拼图，每个部件都需要手动拼接。当时的企业就像是在玩一场找茬游戏，不断地在各个环节中寻找问题，结果往往是拼图完成了，但却发现少了一块或者多了一块不合适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兴起，供应链管理开始变得像是玩数字拼图。我们有了大数据、物联网、IoT、人工智慧、AI 等工具，这些工具就像是给我们的拼图加上了魔法，让我们能够及时看到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情况，并且预测未来的需求。想象一下，当你在拼图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小精灵告诉你，嘿，这块拼图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被需要，那你还会犯错吗？这样的技术革新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成本。根据一些研究，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减少20%到30%的运营成本。这就像是你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特价商品，心里不禁想：哇，这样的折扣我一定要买下来。而这样的成本节省，最终会反映在企业的利润上，进而提升制造股的前景。再来，我们也不能忽视消费者的需求变化。随着网购的普及，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及时性和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这就像是你在餐厅点餐时，服务生告诉你今天的特餐是你最爱的牛排，还可以加上你喜欢的酱汁，这样的服务让你感到宾至如归。而数字化供应链正是让企业能够快速响应这些需求的关键。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未来的展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供应链将会变得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未来的工厂可能会像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机器人和 AI 共同协作，实现无缝的生产和配送。这样的变化不仅会提升制造业的效率，还会创造出更多的投资机会，让制造股的前景更加光明。总结来说，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革新不仅是企业运营的一次升级，更是整个制造业的一次革命。未来的制造股将因为这些技术的应用而迎来更好的发展机会。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把握这一波数字化浪潮，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专家。谢谢大家。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智慧城市智能环境监测技术进步，环保股看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智慧城市智能环境监测技术进步，环保股看好。听起来像是科技与环保的完美结合，对吧？就像是把一杯浓郁的咖啡和一块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放在一起，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就像是未来城市的超级英雄，拥有各种高科技的能力，能够让城市运行得更高效、更环保。想象一下，当你走在街上，路灯会根据行人的数量自动调整亮度，这样不仅省电，还能让你在夜晚的散步中感受到一丝神秘的氛围。而在这个智慧城市的背后，环境监测技术就像是城市的健康检查员。随着物联网、IoT 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可以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安装感测器，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质、噪音等环境指标。这些数据就像是城市的生命体征，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行动。举个例子，某个城市的环境监测系统发现某个区域的空气质量突然下降，这时候市政府可以迅速启动应急措施，比如限制车辆进入或者加强绿化。这就像是医生发现病人有高血压，立刻给他开药，避免病情恶化。而这些技术的进步，无疑让环保股变得更加吸引人。投资者们就像是寻找宝藏的探险家，看到这些环保科技公司的潜力，纷纷将资金投入。毕竟，谁不想在未来的绿色经济中分一杯羹呢？不过，投资环保股也有其风险。就像是你在超市里挑选水果，外表看起来完美的苹果，里面却可能藏着虫子。因此，
投资者需要仔细研究这些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前景以及竞争对手，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总之，智慧城市的智能环境监测技术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也为环保股带来了新的机会。未来的城市或许会成为一个科技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场所。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像一位智慧的投资者，找到属于自己的绿色宝藏。谢谢大家。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驱动的个性化广告技术提升，媒体股新机遇。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AI 驱动的个性化广告技术提升，媒体股新机遇。听起来像是科技界的魔法，但其实这背后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洞见。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您正在网上浏览，突然弹出一则广告，内容是您最近在思考的那款新型咖啡机。您可能会想，哇，这广告真是太懂我了，但实际上这是 AI 的功劳。AI 通过分析您的浏览历史、社交媒体活动，甚至是您在网上购物的习惯，来预测您可能感兴趣的产品。这就像是您的朋友在咖啡店里总是能准确地为您点一杯您最爱的拿铁。这种个性化广告的技术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为媒体公司带来了新的商机。根据研究，个性化广告的点击率比传统广告高出数倍，这意味着广告主愿意为这种精准的投放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就像是您在拍卖会上为了那件您梦寐以求的艺术品，出价不断上升。然而，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反转。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广告的个性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引发了隐私问题的讨论。想象一下，您在网上搜索了一些非常私密的问题，然后看到的广告却是如何克服社交焦虑的十个技巧。这时候，您可能会想，这广告是怎么知道的？我需要一杯咖啡来冷静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公司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在提供个性化体验的同时保护用户的隐私。这就像是在走钢丝，既要吸引观众，又要不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也为那些能够平衡这两者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机遇。总结来说， AI 驱动的个性化广告技术不仅提升了广告的效果，还为媒体股带来了新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在尊重用户隐私的前提下进行。未来的广告世界或许会是个性化与隐私之间的舞蹈，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舞会的参与者。所以，当您下次看到一则广告时，不妨想想背后的 AI 技术，并且微笑着对他说，谢谢你 AI， 但我还是会自己选择咖啡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聊了三个激动人心的主题，分别是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技术、智慧城市的环境监测以及 AI 驱动的个性化广告技术。这些话题听起来可能有些高大上，但其实它们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结一下，数字化供应链技术的革新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还为制造业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智慧城市的环境监测技术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城市的健康状况，并为环保股提供了新机会。而 AI 驱动的个性化广告则让广告更具针对性，为媒体股开启了新的增长潜力。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在投资界引起了巨大的波动。未来的世界将是科技与商业的完美结合，让我们不仅能享受便利的生活，还能抓住那些潜在的投资机会。最后，我想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提醒大家，当我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也要记得保持一点距离。毕竟 AI 虽然聪明，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自己做决定的，不然下次看到广告时，可能会被建议买一台用来煮咖啡的机器，而不是一杯咖啡。哈哈，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想和我讨论的？别害羞，请踊跃发言。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our wa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living clear we convey. Depths revealed, voices bright, news in focus, black and white. Every angle sheds some light, morning, evening, through the night.